最后一个爆炸巨头。我终于来了 ，Hello。哎，看有什么能吃的，太饿了。菜菜吃不吃啊？不吃，不吃了。对，坐。Hello。Hello 啊。哎呀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好嘞。哦，我还得把这些不用的衣服收一收。你们都收进去了？我们就没有怎么弄了。我先收一收衣服，我有太多我的衣服了，我都不敢洗。哎，这个还挺好看的。是我的，好小，看起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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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昨天那个想拿一个新的衣服。可以啊。好像在这里，我找一下。哎，我把这个收过去。哇，圣娟整洁了起来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要做家务，就是非常贤惠的一个概念。是很尴尬的。你教是我的小星星，画在那天使旁边。好可爱呀、啊、我不看你，但是我合照。我记不起，给他编个头。好的。爆炸巨头。可以每天练习一遍吉他。是吧？继续呗，听听声音怎么样。但是我的指腹会挡到一线呢，怎么办？我看看我是怎么按的。只有在 G 的时候，你需要弹到六线。哎，今天我要把这个四个和弦，你把这个四个和弦弹开就很好听。哎，第一个是什么 ？C。他们俩明明不是一个组，胜似一个组。我觉得这个 C 转 E M 真的好好听。是吧？对。在文婷弹琴的时候，毛毛特别自然而然，虽然没有在一组，对，就是感觉他们俩是一组。就他在弹琴的时候，他在旁边默默的唱。据我观察而言，就我感觉现在其实文婷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介意的，但是他看到了毛毛有对他接近，他就会心里边稍微放下一点了，就没那么生气了。但是我觉得刚刚毛毛和文婷之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遇到的一种类型，就是他们表达情感其实不太用语言，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爱说出来就没意思了，最好我做这些事情呢你都能知道，但是有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的也是这个，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不断的通过这种反反复复去训练，他就会成长起来，发现有的时候还必须要说出口。对，这我是很期待他们什么时候能到说，那是质的转变的一步。对。
哎，哎，门口多了个行李。啥意思？他想放玫瑰花。啊？哦。会不会是心有油？又来人了。因为现在是单数啊，要凑个双数嘛。哦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新来了一个朋友，是非常有可能。好惊悚啊！是行李啥的吧？去看一下吧。走，看一眼嘛。我不想去，我很讨厌未知，我很害怕。可以，文婷老师，有人送玫瑰花了。你看，五朵玫瑰，五个女孩子。太浪漫了吧，这也。让我来读一下。牡丹村的女生们，中午好，诚意邀请你们今天下午前往嘉木会茶楼共享下午茶，2:30茶楼见，期待你们的到来。你们的新朋友。这个字也太好看了。这个字也太好看了。太好看了吧。哇，真的有新男生。